你瞅啊，嗯，人家在这打鸡蛋呢。你看看，炒个饭，大宝二宝非要看呢。你两个是不是鸡蛋？是，我鸡蛋子。欣欣炒个菜，我妈就一顿呀。欣欣，你不要翻车了啊！嗯，你看看。跑的是最快的，我也不知道锅里面怎么那么多水，炸了我都吓死了，叫你不要回来，傻不傻？呀，欣欣，好香！我去，吃饭啦？五欣欣炒的可以吗？小康房间东西太多了，给它摆放起来，如果不好的话，给它退掉。这是它的底座。这个好使吗？好使，像你那个桌子上面的书、自拍杆、充电宝什么的，摆放那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不要紧张。冉冉，你装的对不对呀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一般都一样的，图片咱也没有。我房间也有一个，就是生二宝的时候买的。放奶粉呀，尿不湿呀，很方便。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宝宝，家里面东西都翻倍了，房间东西都多。这个熊阿姨来帮忙了。啊，不能吵架哦。二宝，你学会了吗？冉冉学会了。你怎么变苗条了？冉冉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真心回答我，你聪明还是妈妈聪明？我聪明。妈妈笨不笨呢？笨。为啥说她笨？她不会安装这个。哦。啾啾。二宝是捣乱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嗨。嗨。你说啥？爸爸，这个买给谁的？吴欣欣，这个买给谁的？买给我的吗？放我房间吧。放。跟冉冉抢着在这。放来。放哪儿了？啊，爸爸。冉冉玩具太多了。给我用。给我用。五星星，那不是卖给我了吗？谁能抢到谁用。纷争开始了。爸爸，烦死你了！哎呀，现在已经8点多钟了，俺婆婆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下去找找。刚刚还看到我婆婆在这边搞卫生呢，搞了一个多小时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我还挺佩服她的。我现在去出去看看，在没在外面。赶紧走回来睡觉了。老妈在那呢，回来。我妈这个是什么套路啊？大家分析一下，我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人就坐在广场，也不回家，都9点钟才回家是吧、嗯？先搞卫生，卫生搞完了再回家。但是这外面还那么冷。老妈，你为啥搞完卫生不上去洗漱洗脸呢？转转呢？转转。玩玩啊！你天天这样啊？嗯。哦、走，死了，在外面，快快快，看看奶奶，欣欣给他带进去。没发烧啊？我也发烧。欣欣，缺爱，多给点爱。他非要下来找你。
欣欣，现在有动静。你别让欣欣担心，快进去。别冲了。